先说有口袋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之外，你知道吗？它多精致，它送你一条弹力皮带。好，皮带呢是长这样子的，然后呢非常可爱，是直接这样扣起来的。好，它其实是一个小造型用。你知道它的蓬袖非常的贴心，是做弹力，随便拉就我三只手臂。再来，它一样是各位买到的那一种超级薄宽软料的牛仔洋装，它就是做有一点点小飞鼠的感觉，但是呢它又是有小公主蓬袖。它整件呢都是 V 领式的排扣，这些扣子全部都是用这种银铜色的扣子。当然你想要小性感，下面你可以开两颗或三颗的扣子哦。一样是全部都是我觉得宽松舒适的，这件呢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，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收腰的造型，所以即便是没有腰带我觉得也很好看。它侧边有做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精致的两边的叉位哦，也不会到过高，我系上去它是松松的，那你稍微可以箍起一点点的衣服，整个看起来就是又白又瘦。那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适合大家，不太挑大家的耳环啊、配件啊、发色啊、饰品啊，我觉得都很容易驾驭。我160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穿起来会让我觉得长度其实也非常刚好哎，因为它刚好就是在你的小腿肚下方直接露出脚踝，所以其实也是一样，它露出了一个最纤细的地方。那这个版型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很棒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？它配了一个腰带给你们，所以它上面这边是宽松，但是它底下就会让你觉得是这种直线的感觉。